The broadcast is now starting. All attendees are in listen-only mode. OK，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今天啊不上马来西亚所主办的线上研讨会哦。欢迎大家今天抽空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会跟你做的一个sharing 的 topic 就是。理解您所投资行业的重点指标。那我今天很荣幸的，我们请到我们的Mr. Ricky， 可以让我放 minimize 这个。那 Mr. Ricky 在我给我们的今天的老师跟讲师的简介之前呢，首先要声明，跟大家声明哦，等一下。OK， 那这是免责声明，所以我们等一下所做的一切的分享呢，都是教育性的，所以呢，我们不会建议你买卖一些什么股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哈，所以全部你们要自己去做 study 做 research，OK？ 那如果同学们今天每次来上我们不上 webinar 的系列，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跟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二都会有讨论跟做一些不一样的分享。比如说第一个星期呢，第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通常我们做的都是英文版的，通常是给比较新手的。好像这个下一个六月的话，就会有这个英文版的《The Science of Buying and the Art of Selling》by David Poe。那第二个星期呢，就是中文版。然后是给一些比较有经验或者是投资过的同学们来上，然后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分析个股，怎样理解怎样的一些重要的指标哈、比如说今天这个金融会所探讨的一个的课题。那下个礼拜呢是英文的，就是Valuation Masterclass by Ian Tai。所以等一下我们分享完后呢，过后我们就会 drop 一个 link， 你欢迎大家踊跃出席我们下一个星期的webinar。那我的名字是 Alex， 我今天先是你们的主持人哦。那今天很荣幸的可以找到我们的黄木丽老师黄木丽老师从槟城下午飞下来，就是为了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课题。那他本身是有40年的高校管理经营经验，他也是现任本地上市公司 Equity Tracker Holdings 的资深执行董事，专业交投中文投资教育学院总执行长，然后他也曾经担任过跨国公司中国分部总裁，然后跨国公司旗下深圳交易所上市的执行董事，他也是海外外资名上市的顾问，各大财经咨询名师和我的前途我做主的系列主讲。那现在大家同学们，如果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的话，请给举一个手好吗？那边有一个按钮，举手按钮，你可以按下吗？所以我就知道你们听到我讲的东西。可以吗？听到吗 ？OK， 好，可以，谢谢你们。OK， 那中间呢，如果你们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们也可以随时的把你们的问题放在 chat box 里面 ，so that 中间我就会问我们的 Ricky 老师的一些问题，把你的问题呈上来，那么我会帮你们解问答这个环节。那最后过后这个 session 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问答环节，所以欢迎你们踊跃参与，好不好？那现在事不宜迟，就让我们来介绍我们的Mr. Ricky 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 topic。So Mr. Ricky， 谢谢你。Yeah. 可以吗？来。
K， 好，可以了，嗯，好，大家晚上好，同学们，欢迎大家今晚来到现场直播的交流会。Ricky 老师今晚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理解你所投资的行业的重点指标。我将把这个题目分成三个小题目跟大家交流。第一个题目叫做抓准成功生意模式的供应与需求。好，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还记得上一个月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这个所谓的 fish moon 图鱼骨图吗？也就是说，当我们找到一个心目中的好股，假如说当时的价格是符合你的低估的价格，那我们马上就有买进的机会。那假设这个股的同个时候它又出现一个主题，那就肯定的锦上添花。还记得什么叫主题吗？主题的意思就代表任何项目、任何新闻也好、任何事情也好，能够让这个股价会往上涨的催化剂，我们称之为主题。也就是说，我重复一下，那就是说，当我们找到一个好股，加上有一个主题，那我们肯定赚钱的机会的百分比相对会高很多。好，那接下来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供应跟需求的事情。做生意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其实是一种艺术。那谁能够掌握未来市场的需求，掌握市场的先机，再加上同个时候你也掌握到调整个供应链，再加上你在管理生产这一方面跟销售这一方面能够起得更好的让市场接收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意思是说，能够找到平衡点的企业，那就代表这只肯定是属于相对好的企业。有这个基础，我们再往下谈。那接下来我要对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对的生意模式跟对的人。那我三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对的生意模式跟对的人。那有一个字叫做潮流，要给大家打个招呼一下。那潮流分成两类，一类我把它称为创新的潮流，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周期性的潮流。什么叫做潮流？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想大家应该在若干年前，有一些商家引进了台湾名牌的饮料，这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珍珠奶茶。当他们在引进这个饮料的时候，他们锁定的客户群基本上在18岁到32岁这边的客户群，因为这个客户群非常年轻，年轻好奇，很能够接受任何新来的新的东西，都能够去赏识去接受。所以呢，假如能这个生意人呢把这种情况推广的好的话，在策略方面、在定位方面，加上管理层的诚信，让市场的年轻人接受，很快这个产品就在马来亚能够推广出
成为新的产品，创新的产品。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吧，我相信大家最近一两年，不管在政府在私人方面，都一直在推广马来西亚的榴莲猫山王，对不对？所以呢，假如你现在去到中国大陆，他们就觉得现在在中国非常一种创新的流行水果，那就是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所以这就所谓的创新的潮流。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行业都有参与，比如说几年前的 e-commerce 上网购物之类的，都是一种创新的一种潮流。那潮流的形成意思是说，有了潮流就代表有了需求，那假如市场有了需求，你在供应这方面能够及时应付这个需求，那就抢到先机了。所以抢到先机者，我们常常讲早起的鸟儿就有虫吃，这个道理就在这。好，那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周期性的潮流。那商业上有很多种行业，比如说钢铁业是一种行业、oil and gas 啊，油气股，这些也是一种行业， construction 的建筑，这些也是一种行业，杂货店也是行业，百货公司也是一种行业。但是每一个行业肯定不在同一个时候发生非常高的需求，也就是说有一些行业一阵子需求非常的大，那过了这阵子以后，可能是别的行业开始出现变成一种潮流。所以呢，我们把这类的潮流离开了以后，也许有朝一日它这个潮流又回来，我们称为周期性的潮流。不管它是创新的潮流跟周期性的潮流，它离不开市场的要求、需求跟供应链两个结合起来，谁能够找到平衡点，谁就是找到先机。我不晓得这样子解析大家能够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吗？就是说它是离不开大家的每天都需要的一些需求，是吗？生活上的一些应用的那个可以这么讲了哈。有一些需求是每一天日常要用到的，有些需求可能是说当你有钱的时候才会用到的、也就是比较高级的名牌货、也许是大家人民很富裕的时候，很有钱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潮流，或者重复旧的潮流过来、所以呢，这个呢基本上跟整个国家的经济整个人民的收入有息息相关。好，可以啊，那我们接着再解析。那意思从这个三角图来，三角图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来解析，假如我们找到一个好的潮流的生意模式，找到了，那意思是说我们接着再注意，在潮流里面的行业里面，不一定代表每一个公司都一定赚钱，所以找到先机，然后被市场接着管理层管得非常好的，当然是被接受，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他有能够赚钱很厉害的一些公司。所以我们重点在找有了潮流模式的生意的公司，然后重点还要去看这个管理层是否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管理能力的，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下，这公司赚钱能力就蛮强了。有一些公司赚钱赚得够多，同的时候他也会照顾一下股东，就所谓给一些股息。在这种基础之下，没有理由这个公司股价不涨。哎，那我们把它称之这种情况，就是公司替股东替投资者产生一种价值。
老王刚才提起了，假如你买这个好股的公司，又加上有主题，是不是锦上添花？是。所以在有主题，而在主题，我要强调一下，在主题发酵的时候，也许你还可以再加嘛。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一个潮流的形成不是一天就结束的。一个潮流的形成，也许短可能半年一年，也许长可以好几年，甚至整十年都有可能。这就看哪一个行业。OK， 那意思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找到一个对的潮流，而这个潮流是刚刚开始不久，那我们买这个股票，而它的潮流假设能够长到三年，那我们赚钱能力可能就能够长到三年。当然这个就要凭同学们如何去找答案了。对，当然必须要去深一层去了解做功课，你才能够找到对的潮流，在即时的进击，然后时间该退出的时候就要退出来，要不然也会面对风险的。对，好，那我用这个象限来跟他解析马来西亚有一些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情况，潮流的哪一个段。几个例子来讲，我把 oil and gas 油气这个行业正好处在潮流的开始，刚刚开始不仅的阶段。怎么说呢？这个待会后面我会详细跟大家解析。为什么我选它，一定有它的原因重点。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我想有一些产品会被市场淘汰，慢慢的会市场淘汰，慢慢变成衰退了，那我们把称之这种产品，这种行业我们称为夕阳行业或者夕阳产品。我很明显的报纸是只有像我们这种年龄相对比较大，老的不是大啊，我们才会还是怀念看每天都看真的用纸看的报纸，那不像年轻人都跑到电脑或者手机上去看新闻，看正而其难的资讯。所以相对的，当然老年人的老气以后，青年人又不用看报纸的话，那很显然的，这个行业你再去投的话，那就自打屁股了。OK， 好，那有一些产品，有一些行业，假如生产过剩的话，任何生产过剩的东西都会造成价格的往下掉。这种行业，比如现在的 property， 是，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Property 过去几年都非常的糟糕，当然每一个糟糕都有它个别的理由，比如政府严控你借贷，这也是理由，所以借不到钱，那就买不到，买不到那你想要那个房子，所以呢会产生就产能过剩的情况，跟最近我们的中油也有这种现象。终于因为我们的 customer， 我们的客户主要是欧洲啊，主要是中国啊，主要是印度，这几个国家过去几年来相对对马来亚买的中油相对会比较少了一些，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竞争者印尼，也大量的生产这个产品，再加上西方国家相对有一点禁用，我们一再鼓吹禁用中油这一些新闻一些信息呢，也造成我们的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呢大家都明白，去年到其实不止去年，两年前以前一直到现在，价格的停留在不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况。OK，
那另外一种情况，假如我们的产品需求大过于供应，我想大家同学应该知道了，那这种产品会不会涨价？肯定会。那肯定会涨价，所以这种产品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假如大家有去supermarket 或者去巴萨有去买鸡蛋的人，相信应该明白过去半年以来鸡蛋的价格一直在涨，当然因为过去几年因为鸡也许的鸡的价格不符合养殖家禽的一些公司，所以呢相对减产的结果也造成鸡蛋有点缺货，然后再加上我想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一两年鸡蛋的消费会增加很厉害，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我都不大敢吃鸡蛋，是因为医生告诉我你们老人家不能每天吃超过一粒的鸡蛋，后来报纸又打出来新的说法，说鸡蛋是每个人必要的，年轻人最少每天要吃两粒，哎，老人家最少也要吃一粒，你可以想象这个说法一宣扬出去，肯定很快就造成产品缺货，所以应该讲恭喜那些有生产鸡蛋的厂家，今年肯定是赚大钱的一个日子了啊！好，所以需求与供应之间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种必须要想办法去做平衡的。所以任何潮流的去，任何潮流的来，都会带来给投资者机会跟风险，所以抓对潮流也就抓对了那桶金啊，所以奉劝大家好好从这方面去看。要从另外一个方法，也就是从总结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用做生意人的思维模式去投资股票，这样子，因为每一个股票的背后就是一门生意，所以从这个角度的切入，也许会让你更容易了解，也更容易让你的心态变成是一种生意人的心态。这样子的话，出师有名啊，也许会更好一点。好，那在这种情况，需求跟供应两者都要求，一个有要求，一个能够供应，这个潮流一形成的话，大家只要注意这个潮流的形成大概有多长，这是重点要大家注意的。然后呢，在整个行业里面，哪一个公司在各方面调基本面的各方面跟销售的各方面、名堂的各方面、管理层的这一方面，是不是相对比别的公司好的话，那是我们买的对象。当然先决条件，价格应该符合你心目中的价格，必须是低估了。好，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去抓准一门生意潜在的生意的机会跟风险。刚才我们列列也谈到一些机会跟风险，任何投资肯定有风险，任何行业我们要注意我们风险在哪里，那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过关。所以呢，那我们应该如何从生意的需求的状况里呢判断出生意的机会跟生意的风险，这是接着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析，也许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明白。我用假设
你想要买 一栋房子，讲的就是 property 这个行业。嗯，那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property 这个行业重点几个重点我们要注意，从两方面来考虑。第一方面，假如从供应的供应这方面的考虑，有它的必要的条件，必要的东西让我们注意，我们把它称为我们要注意它的 KPI。 所谓的 KPI 中文应该的绩效指标，就是重要的指标了，就是这种重要性让这个公司亏本还是赚钱的指标，我们称为 KPI 指标。好，那从需求这一方面，这个行业从需求方面，那基本上几个重要的点希望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第一，这个发展商是不是选对的，选对那个地段是不是很优质。我们常常讲对的地点，对的地点，location 都是很重要的。第二，它的定位跟我刚才讲的，任何产品都要找寻定位，所以你在哪个地方，你的定位是哪一类的，是工厂的工作人员，还是 executive 是执行人员，还是高级的人员，这个定点这个定位也很重要，还是一般的人民或者是一般工人，这些都是跟你建筑哪一栋房子的需求有关系的。OK， 当然了，离不开了销售的策略，销售策略弄得好，相对你卖出去的机会就会相对比较好。当然我们有时这个行业最怕的，常常就碰到政府为了经济，为了国库的事情，常常出一些新的正规，就等于为什么五六年前我们马来西亚的房地产其实蛮红火的，但是后来政府觉得马来西亚家庭的债务在整个比例上相对接近最高点，所以政府为了控制这个债务的最高点，所以呢出了很多一些新的规定，这个规定让我们相对比较困难去接到我们要求的 loan。 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下，这个行业慢慢从潮流中慢慢就往后退，一直退到今天还没有重复，可以这么讲。当然还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重要就是景气，市场景不景气。所以假如说这个国家经济非常的好，那就代表市场景气非常的好，所以既然很好，景气很好，那就代表基本上人民就比较相对比较有钱。那经济好，银行也限制会比较不会那么苛刻，所以在这基础之下，那当然就很容易把你的房子推出去，很容易可能达到你心目中的百分比卖出去。那不然的话，你假如早在现在这种情况，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很多房子还是空着卖不出去，这跟潮流有关系了啊。好，从另外角度来看供应，从供应这边呢，也就是发展商这一方面，建一栋公寓也好，建一片房子也好，当然离不开了几个成本。第一个成本就是土地的成本。那有一些公司历史很久，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已经买了那块土地，所以基本上的成本相对就对比他的竞争者低很多，但是他就是站在有利的基础上。那大家都明白
建筑房子肯定离不开建材，但是建材是市场买进来的，你不可能去存货，因为资金蛮大的，所以大家的同个时候去在市场上买的建材，基本上大家的成本差不了多少，所以大家都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他的土地的成本相对比别人低很多，那建材的成本大家一样，那就告诉我们这家公司的盈利相对就比较浓厚了，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在研究一个 property 的时候，我们常常非常非常的重视土地的成本。当然大家可以从一个公司的年报里面会找到在发展中那栋楼的土地的成本，那从那边大概你就可以计算出这公司的成本在什么程度，那就可以预估假设它的销售达到某一个基础的百分比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计算出它赚钱的能力。那既然知道赚钱的能力，那代表也可以预估它股价能够走到多高的能力，所以两者本身是两面一体的一个东西。所以明摆着公司的基本面跟生意面的情况之下，你大概可以预估这个股票能够走多高，从这个角度来判断。 OK，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做过 Everybody Can Fly 的 AirAsia。 AirAsia 我个人认为 AirAsia 永远都不存在没有 demand， 同意吗？都是都会有 demand 的意思是吗？意思是说AirAsia 几乎每一班机都接近客满，它的过去的记录都是接近 90% 的客满，这是相当相当好的一种需求量。所以因为它方便便宜，所以这个潮流这十年来 AirAsia 代码也大概十年左右，这十年来 AirAsia 一直在长大，从本来是只有两架飞机，现在你知道它有几百架飞机，而且飞机的全世界很多这个角落。但是 AirAsia 虽然弥漫永远是存在，但是它最怕的就是它的成本，而这是它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方，因为油价不是它能够生产的，所以他必须在外面买进来。那油价这个价格，假如大家有注意过去的油价，油价是波动非常非常快跟大，所以年跟年之比常常油价的变化了几十个%的情况都有，所以意思告诉我们，当它油价掉到很低的时候，它赚钱能力就强，当它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油价非常高的时候，相对它的成本就很高，所以它赚钱的能力就相对会比较低。那大家都明白 AirAsia 是不只在马来亚飞而已，就飞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意思告诉我们它是要面对马币对于其他货币之间的一种汇率的变动，也产生它的成本的变动，所以呢汇率的变动加上油的变动，假如两个是往好的方向走，它赚钱能力就非常的亮丽，假如两个很不巧的都往不好的方向走，它赚钱能力就相对，所以你看到 AirAsia 的成绩有时好时坏，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个行业的 KPI 就要面对这个，所以当然 AirAsia 我可以讲 AirAsia 的潮流至少这十年来
几乎都是潮流都在，因为李曼都在，李曼在，我们就他还在潮流中。不过他面对最大的刚才讲的两个问题啊，就油跟 exchange rate 的问题了，造成他比较困难去做预测了啊。好，我列出了很多行业，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下，你对哪一个业、哪一个行业本身很了解，然后你自己去看一看，在这么多的行业里，哪一个行业现在潮流已经过去了，哪一个行业在潮流中，哪一个行业可能很快的潮流要来的，这个假如你能判断的准的话，那就代表你投资的回报的机会相对会好很多。当然这个配合供应跟需求就相对能够能相对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追求的答案。那你觉得现在你来看的话，你觉得哪现在哪一个行业是属于潮流中，然后未来发展也是会有蛮有这个可以有这个潮流的供应需求呢？对，好，我在其实后面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解析后面的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好，答案都在后面了，答案在后面了，留下来啊 ，OK， 哎，啊，对对 ，OK， 那每年我个人来讲，每年的年尾或者是年初，我都会针对性的去研究未来的一年哪一个行业会走入潮流的开始的潮流，哪一个行业还停留在潮流中，哪一个行业也许在一年内它就退下来了，哎，所以每年我们都基本上会针对这些题目做 brainstorming， 做一些研究。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未来的一年往哪里走，至少心里有个底，不一定百分之百对，但是至少心中有一个谱，还是比没有谱好得多了。是 ，OK， 那因为我总感觉到潮流能够走多远，我们的投资的利益就能够走多长。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有研究总是比没有研究好。有去 focus， 有去研究。所以我以前常常讲一句话，有研究的话投资，有研究的话赌博就是投资。对，你没有研究的话，你投资也是变成是赌博。所以等于说投资股票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它。好，那为什么今年的年初，其实去年我已经开始，去年中已经开始注意，一直注意到今年年初，我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说今年肯定是油气股的一年。那为什么我这么说，肯定有一些蛛丝马迹，有一些 KPI 让我抓到它可能变成潮流的理由。OK， 第一，石油价格趋向稳定。什么叫价格趋向稳定？什么价格是稳定的价格范围呢？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了。好，你大家这注意看一下，这是过去五年由世界油价，就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五年的那个图表。哎，你看油价从很高的100多块，这100块吧，100多块，在2014年尾突然就掉下来，然后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停留在2016年才开始相对高起来，虽然还没有达到最高，但是至少对于这个行业的人表示说这个价格已经恢复到一般人或者各个行业认为是这个价格相对是比较合理的价格。讲合理的意思就代表消费者制造产品的者的人士都认为这个价位消费者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那就在经济上来讲是我们把它称为非常适当的价格。那什么范围叫做适当的价格的范围呢？我们用这个两条红线来标给大家看，大家注意了没有？下面这个行业代表60块每桶油，60块美元。当上面这一条红线代表80块美元，每桶油80块美元。那这两个红线之间，我们称为刚才我想的所谓最适当的价格 ，comfort zone 的价格啊，会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中性的价格。然后另外，当然什么时候进入这个价格，然后要多久呢，才代表这个价格已经稳下来？这是一般上也有个说法。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框框，你看到从这里开始啊，应该是这里开始，你看这里，对对，是可以放大吗？可以不用，在这里开始代表60块价格吧，对不 对？从60块开始往上走到超过80块，然后去年的年底开始掉下来一点点，到了1月份，然后马上又回去 comfort zone 的地方。所以你看从这里到这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1年半。那一般的说法，当油价进入60块，然后一直停留往上走，只要不超过80块的范围，基本上只要9个月左右，就代表这个油的价格基本上已经稳下来了，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大家适当能够接受的。当这个价格适当能接受，那就开始很多上游的公司，像 Petronas， 像 Exxon， 这世界级的这些公司，就开始发出他们的project， 就开始去钻井啊，就是很多 contractor 就有了商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代表有形成潮流的基本因素已经有了。OK， 好，那对不起，我喝一下水。去年在6、7月份那一段阶段，当然第一个已经引起我注意，因为呢已经进入60块的80块的空间里面，然后第二件事情让我突然在6月跟7月份之间呢，突然这些 contractor 由9家公司拿到相当不错的 contract。一个合同，有一些是从 Petronas 拿到的，有一些是拿到外国的一些合同，所以意思告诉我们，上游的工业已经开始发出 contract。既然在短短一个月，那么多家拿到 contract， 这一个好事情。然后接着 Petronas 也开始在报纸上宣称了。所以2019年 Petronas 要拿出超过500亿的 Ringgit 来扩展
国内的一些上游科学。嗯，就数据统计，其实 Petronas 在最高潮的时候，它的钻井大概开了大概25个左右到27个，哇，多高的时候。嗯，现在在低潮的时候，嗯，掉到大概7个左右。嗯，那个钻井去油袋。OK， 所以可以想象，现在已经接近25个。嗯，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不错的信息，已经差不多接近所有的 contractor 都有工作了。嗯，所以从2018年6、7月一直到今天，嗯，你看每一个月都会和报纸上得到消息，嗯，说，很多公司开始拿到 project， 而且很多公司拿到的 project 都超过3年。嗯，虽然现在整个这个行业的 norm 的整个这行业的基础呢，以前一拿到 contract 基本上就是5年加3年，或者5年加5年，或者7年加5年的一些 contract，嗯，现在基本上是3年加3年或3年加2年。虽然这个行业比较谨慎，上游比较谨慎，到底它已经开始放出去。嗯，哎呀，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所以国家没有收入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庆幸，刚好这一年来我们这个油价停留在 comfort zone， 基本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制造商，嗯，应该也不错的一种情况。好，来，当然像是一切都准备好了，嗯，就是三国演义我们讲只欠东风嘛。那我们现在讲的东风就是这个名人效应。嗯，啊，一月份开始呢，从报章上你会看到有一些名人开始来说话了。嗯，有一些报馆的分析师，泛大机构的分析师也出来喊话了。就是说这个行业好像可以投资这样子意思，嗯，所以这个名人效应呢也产生阳情妖应了，嗯，所以陆陆续续就很多投资开始进入，很显然的，所以呢股价也涨了一轮。那这阵子因为中国跟美国一直在贸易战的还没有了结的情况之下，市场还是有波动，还是心态上有一点紧张的时候，就会相对会股价会调整一下。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潮流确实我认为还在潮流中，不因为中美战争而停下来，至少我今天还没有看出任何现象它要停下来。嗯，才会持续一段，持续这样子。好，OK， 那意思告诉你，这个就是潮流形成的一种来龙去脉，嗯，我们把它称之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它的 KPI 在哪里，基本上，嗯，好，所以接下来可能你就要去看，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有上游，也有中游，也有下游的公司。那基本上上游的公司只是像 Petronas， 跟 Petronas 服务的，去挖那个井的，赚那个井的，跟那个船提供服务的，这些都属于或者 maintenance 的，都属于上游的工业。那中游的工业指的就是运输啊，那种买卖油的交易。那下游的工业指的是，哎 ，sorry， 就是提炼 refining， 跟一些在 petrochemical 卖油的或者其他公司卖油，跟附属一些跟油有关系产品的，我都把它归纳成下游工业。
所以不代表当这个潮流流行的时候，并不代表一定是中游赚大钱，那也不一定代表下游会赚大钱，这个就有赖大家好好去再深一深去分析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基本上就说到这里为止。应该讲我们下个月还有一个碰面的机会，题目是另外一个题目。下个月也是Ricky 老师分享。不，下个月是为另外一个老师。哦，另一个老师哦，是7月9日分享怎么样管理你的投资组合，管理你的风险系数哦。那现在我们要谢谢 Ricky 老师所分享的这个潮流跟投资行业的 KPI。那么如果你现在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的话，欢迎你把它打上来，那我会把你的问题呈现给 Ricky 老师让你解答。那 Ricky 老师，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哦看到的，这是by消放。消放我们的学员哦，他说Asia 他说他是有 use futures to hedge 那个 oil price， 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个行业呢还是 dependent on 那个油价的这个波动呢？ OK， Asia 确实有 hedge， 但只是 hedge 50% 的油量用的量，所以其他的还有 depend on 现场的价格，所以还是会受影响。哦 ，hedge 也有风险。嗯，怎么讲风险呢？我 hedge 高，但是油掉就亏了，就有点失算了。是，所以 hedge 也同样有风险，只是说 hedge 是比较安心一点，但往高你真的很安心。那时候一掉你真的很伤心。对我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他意思说呢hedge 的时候他也不可能 hedge 完 100%，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风险，对对对，所以他就会 50% 来 hedge， 然后那个 50% based on 那个市场的那个油价，对对，是吗？ OK， 明白。那我希望有答到你的问题哦，小芳。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Minwoo 是问说呢，如果2019年是油气年的话，另外加上马币走弱，是不是对航空是看穷，就是走 bad market 这样子？这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 AAC 它并不是在马来亚做生意，在不同的国家做生意，这是一点。所以 agenda 我们是很难100%拿得准，这是一个。那 AAC 以前呢，现在相对比较好一点，他买的飞机基本上是用 USD 买的。USD 买。虽然最近他把部分的飞机已经卖给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跟他租回来。所以降低他的资金的引用。但是他手上还有一些飞机，这个还是要做 installment 的啊，对对， okay, 还要分期付款的，他是用 USD， 所以USD 强其实对他变成马币弱嘛，对，所以马币强其实对 US 对 Asia 还是比较有利的啊，所以马币弱也是对 Asia 基本是有利，因为他并不是在马来西亚。而已，他有在其他国家，对，因为他大部分换算来讲都是以 USD 为主，对 ，OK， 好，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哦，这个是我们的同学冲七轰，他是问说 ，For the oil and gas analyze where and how you get company new contract news and etc， 所以意思是说，其实你的意思是说怎么样去找这些oil and gas company 拿到 contracts 吗？你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很明白你要问的东西。好，我今天再回来你这个问题好不好，我再去另外一个。我们有一个 Ping Wall， 他是说 Is healthcare sector a trend now？
healthcare 跟我们日常用品是一样的，永远就是每天要用，它不会产生一种潮流，也不会消失，所以就是比较平稳的，就是日常用品跟 consumable product 类似，是，所以 healthcare 是这种，只是说某一个独立的公司突然投资在另外一家国家，产生不同的效应，那是另外一回事。OK， 好，明白。OK， 我们有这个这位学员说问，如果要从报表看公司是否 undervalue， 要怎么样看呢？这个真不一不是一次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完的。第一，我不晓得你买什么股，所以你只能说从报表你去判断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好不好。这基本面跟其他过去，因为报表只能看过去，没有办法看未来，对不对？所以你从报表里面你可以用它的数据去计算它现在的价格合不合理，有没有 undervalue 的意思。当然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就有不同的criteria， 不同的方法去计算，它必要条件也会不同。虽然它不是一次过 generalization， 就是讲说 set 这个这样子这个 KPI 就是 undervalue， 因为它是要也是要看 industry， 也是要看不一样的行业。对，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如你买到一个行业，假如这个行业是现在平均的话处在 B ratio 10的话，那假如你别的很多公司，你找到一两家公司它 B ratio 处在可能相对低很多，但是它赚钱能力又跟另外几家公司类似的，也许我只能讲也许啊，它这个公司其实有可能 undervalue， 但是还要考虑到其他很多不同的因素然后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有两大，所以其中两个可以看的就是说 PE ratio，每一边可以，这是一般人会看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跟 compare 同行的的 KPI 这样子。对。OK， 好。好，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个Edward Boone， Edward 说 ，Will interest rate down makes the finance industry not so trending？ 有 comment 吗？这个老师？可以，没问题。我其实对于 finance 这个行业并没有抱着非常悲观的情况，虽然现在整个世界的 trend， 整个世界都是在股票，不要，都是在银行这个行业里面都在降息，是主要是因为美国在降息，相应的很多国家也会相应来处理，所以 agenda 才又靠近了，要不然是一段距离。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就拿人家的钱，然后把这笔钱又借给人家，这意思是说以后来源也肯定成本比较低，最后借出去虽然占人家的低一点，那是因为我来源低我占人家低其实相差并不会很大，但是只是一种负面。其实长远来讲，长远呢对银行是有利的，因为很多人以前要借钱成本比较高，对，那借钱当然指的就是做生产的啊，对不对？他一借就很大的一笔钱，所以现在因为利息降低了，他们成本降低了就敢去借钱来发展。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因为经济不好它降低，对，但是经济不好之后是不是经济又要恢复？对，只是说你用什么眼光看经济，你看明年的经济还是看后年的经济。我认为明年的经济假如建立在中美这个贸易战不会太大的
继续一直在乱七八糟下去的话，我相信明年的经济会比今年好。好，那降息其实帮忙经济恢复正常。是，所以就是说，当银行要降息的时候，它是要一个策略来刺激经济嘛？没有错，因为那个 interest rate 低的话，所以大家的消费能力又提高了。对。然后大家就会，就很多产业就会有一些商机，大家就会去接咯，你刚才所说的，大家会去 manufacture 那个生产家、啊、还要去发展，成本低我愿意发展，对，成本低所以他们才肯愿意做。对、所以不并代表说降息是不好的哦、对，他这是政府有时候是故意降低来记起那个让大家更有会去消费这样子，对对，去借钱啊，借钱啊，对对，你就是相对的，这都是相对的、啊、但在短期影响没有错，因为这心态上的影响，是，但是在商家的影响，商家可能看未来的一年的情况，嗯，所以你看你用什么角度来判断，所以不能一句话打翻全船。明白明白的意思。好，我们再看一下哦，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好 ，OK， 看一下还有哪一个。好，那么啊，这个也是命物哦，命物说对 KLCCI 跌破1600点心理关口有什么看法吗？这是 KLCI。跌破1600，这个整个世界的事情，并不是马来西亚的事情，所以马来西亚是看作别人一起跌而已，只是说这个世界的 norm， 世界的 trend 都是在跌啊，所以是因为大家都紧张，因为中美谈不拢，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假如中美，这些那些乱七八糟的谈判，假如能够冷静下来，结果找到解决的方案的话，一切就都会恢复。黎明了，现在应该讲是，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吧。黎明前嘛，应该只是说它不会一直跌一直跌，它总有会 recover， 它会上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是一个商机，商机或者投资的机会。哦，也对哦。Assuming 或者假设是再多几个月，它谈拢了，是不是价格要恢复正常？嗯，所以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我没有办法预测。好，那么我们有这个一冰蛋说到油气股啊，他说呢 ，Sapura Energy 前景看好，也跌到了差不多历史新低，但 trading volume 很高，这种公司的潜力有多大？老师对 Sapura Energy 有什么看法吗？有一点认识哈，对 Sapura， 我记得这家公司，假如没有记错的话，以前油价潮流在高潮流的时候，它的价格曾经到了，没有记错的话，到了4.5块。现在它掉了几毛钱，那这是其实并不奇怪。过去一阵子，几乎所有这个行业的 contractor 这个行业都是亏本的，是因为这就是说过去的2013、2014左右，油价在最高的100多块的时候，突然在接近2015年初的时候掉下来，掉得很凶，这些公司还在赚钱，但是拖了几年以后 ，project 也没有了，所以很多自己的设备已经停在工厂里面了，所以就是没有工作做，当然慢慢的变成是亏本，然后这些公司都跟银行，因为都是大资本。这个行业就非常需要很多大的 capital，很多大的资本的，所以一亏下来是蛮大的一个数目的，所以人家第一看不好这个行业，所以那股价逐步的掉到10几%，然后通过重组了以后，
哎，潮流也来了。其实我可以讲，这家公司手上的订单已经超过3年以上，也就是说，未来的3年，他一定有工作做，有工作做就代表有机会赚钱。嗯，所以应该可以看作办，可以看着办。好，明白。OK， 那我们有 ST Lee， 他问说，全球电子销售成长在萎缩中，中美贸易战也几乎更加打击此行业。那但是有一种说法说，马来西亚电子业会从中受惠，所以想问你对这有什么看法吗？中美战争。贸易战争啊，不是真的用警队打的战争啊。对，中美贸易战确实马来西亚是受益者之一，但这只能从相对比较短期的来看，那么长期的来看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看中美谈判的结果才能够定论。嗯 ，OK， 那电子业确实最近的电子业。其实并不好，不好，不好的原因，我想跟潮流有关系。嗯，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未来的手机的潮流是5G。什么机？5G。5G 啊、哦，对对对。然后呢？是第五个 generation 的手机，所以将心比心，现在你知道5G 要出来，你现在拥有的 4G。是否要重新去更新？是，年轻人都希望有新的产品，跟刚才我讲的珍珠奶茶就会成为潮流，肯定 5G 是肯定是未来的潮流，所以很多人就在等待，你等待我也等待，那个制造商就没有工作做嘛。嗯，明白这个道理吗？嗯，所以最难受的就是制造商。在等待的过程，对吧？他只是升级 4G 是旧的产品 ，5G 还没有形成产品，是这中间是一个等待的时机，所以他也不所以从另外角度，现在的电子业手上的订单基本上是 4G 的，嗯 ，5G 还没有开始，开始，所以是有一点停顿、半停顿的，嗯、不是 full production， 不是。capacity 产能不是 full force， 嗯，那有时就是 capacity 会减少，是，这是没有办法的，没有选择的一个现象。虽然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有一些人已开始进入马来西亚或者越南或者泰国，是寻找把那个工厂或者生产线移到马来西亚，嗯、但这个不是一两天做得到的事情，嗯、有这个现象。但是真正会产生，我认为两个理由，一个就是看中美贸易战的结论，另外一个有了这个结论是进来呢，还是保留一样呢？还是有待于后面我们再看。再能再看哦，也是要看。所以老师的 summary 是说，还是要看中美那个 trade war 最后的 outcome 到底是什么。所以是保留呢，还是要移过来其他国家生产这个电子业，对马来西亚会有没有发展啊、哦？所以我们这个还要再看哦。OK， 我们有 Liao Kok Kyung， 他是问说，老师晚上好，老师，请问怎么看待2019年科技电子领域的方向？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那我老师刚才也是有说到，就是 5G 就是那一个未来的趋势嘛，所以我们还是要看最后他们的 outcome 跟 discussion 是什么。好 ，Alvin 是问说，一间流行行业的公司股价高和另一间不流行行业的公司股价低，您会投资在哪一间？我可以100%投资在流行的。流行100%哦 ，Alvin。意思我想大家常常碰到一种现象，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嗯，你买了以后发现它股价不动，是，然后你发现你的朋友买另外一家不太好的公司，嗯，
但是股价一直在动，有时候你弄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我难道我选错基本面都那么好，没有理由他的比我好啊？是，这就是除了基本面以外，投资股票基本面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潮流。潮流，所以潮流的指标拥有大过，只是没有潮流，只是基本面好的，你会等了三年，它的股价不变。所以，因为没有推动力，其实从一个角度，潮流的意思就是一股市场一股推动，把它推上去，大家一窝蜂去买同样的产品，那个产品自然就价格会慢慢的抬高。那你是一般大家不追求的产品，随时可以买到，所以人家不去买。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对对对。那么这些所谓的不流行的公司，也不能说它是稳定，然后可以放长远来看嘛，就是放五年、十年这种慢慢投资嘛。可以。其实买股票，我因为今晚我们的题目是讲潮流，是，但不代表潮流代表股票的全部，只是潮流只是股票的一部分啊，不是所有的股票在潮流中，所以我就讲很多啊，像 property 不在潮流啊，中油不在潮流啊，是，对，然后报纸业不在潮流啊，电子业不在潮流中啊，所以潮流每年的潮流可能只有一两个，然后过一年又变了，所以潮流只是所有的股票的一部分，只是今晚我专门讲潮流、所以我集中在讲这个 KPI。OK， 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差不多十分钟这样，我们还可以问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哈。OK， 这个是 Ken 花 T， 他是说我想问最近中东国家那里油厂爆炸。这样会影响油价起，但是 Trump 又告诉 OPEC 不要油价太高，请问老师对这看法，如果是到底美国要把那个油价是起来是跌的？我认为其实油价的控制是几乎都是政治手段，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跟这个政治手段的判断里面，我觉得油价至少在美国总统选举之间不会太大的离谱的价格出现，因为他也要安抚他自己的选票的人民啊，从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也会想尽办法让油价，我认为他油价会在 comfort zone 里面 okay, 也是满足我们的要求, okay, 要求还是一个所谓的 political factor 来，非常大的受 political 的因素影响。OK， 好。那么 OK， 我们汪大有问说，老师对gold as investment 有什么 comment 呢？这个很有点离题，但是有。对不起，我从来没有买过。但是我可以过我的巴菲特讲的一句话，他从来也不投资 gold， 那主要他的理由很简单， gold 不能产生 dividend 给我们，只能投资价格的变化，那我投资股票除了价格的变化有可以 capital gain， 那我们也可以 dividend gain， 也可以长期投资针对 dividend gain， 我们可以做 capital gain，这是Warren Buffett的观点OK 明白、哦、希望可以给你一些 insight、哦、OK Wilson Gold 这是英文的，他是问英文 So smart pay would be a future trend in Malaysia? Smart pay 是什么、啊、是不是 e-wallet 的意思是吗 Wilson? Now which company will be benefited on this and aroundWhen those companies in Malaysia will benefit on revenue? 我说这个有 comment 呢 ？Smart Pay 是 e-pay solution， 把 cashless payment。
我对这个行业没有太深入的研究，嗯嗯，所以抱歉，我不能回答你。OK， 要指定哪一个公司，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好，没问题。那我们看一下下面 ，OK， 还有一个这个 Rich， 不好意思，没关系，没事没事，小事 ，OK。那 Rachel Fong 想问说，老师对油气股可以潮流多久呢？我没有办法预测它能够潮，因为这跟个股这个油价的价格有关系，跟经济有关系。没有人会告诉你能多久，不过我可以看过去的历史证明了，只能参考过去的历史，说每一个行业当它潮流来的时候，通常都会两三年左右的时间，两三年左右，但是这次有多长，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预测，嗯，只是说我感觉，只能感觉是凭着过去各行业的历史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嗯，对，这是在于两到三年一般一般了一般上啊。OK， 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OK， 我看一下哦。OK， KTV 跟我问说，哇，哇 ，construction sector 是不是 seems like a trending now？Can I have your comment？ 有一点现象，有点现象，但是还没有非常非常的形成一个真正的潮流出来。啊，主要就是因为政府换政府了以后，因为把过去几个重要的 project， cancel 掉了以后，嗯，那造成低潮，嗯，然后突然最近又开始放出这个 project， 嗯，确实有点现象，有一点一而风几个大的 project 嘛，嗯 ，Mandarin Asia， 嗯，再加上呢东海岸的那个铁路，嗯，所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初步的现象，嗯，会激起这个行业的期望，嗯嗯嗯，但假如说真正要形成，那给后续政府是否放出更大的 project？ 嗯，比如说，其他的几个相对比较大的 project 陆陆续续放出来，嗯，然后再加上未来的高铁，假如真的做的话，也许那个是一个转捩点，转捩点，因为那个够大 ，OK， 因为带动construction， 带完construction， 也许会 property 就有机会了。所以是说，如果政府开放这些 project 出来的话，它在慢慢 restart， 现在是有一些 sign， 但是还不足以有那个动力去推动这个 trend， 这样。对对，因为一个 trend 的推，然后要持续的发生效果，那就后面陆陆续续要有足够的 project。来支撑整个啊，对不对 ？OK， 那当然，这个后面有没有还要考虑到国家的资金够不够？嗯嗯，你有钱，这个 project 才能很快速的继续推下去。假如推一个了，停一下，推一个停一下，他想要形成又行不了了，嗯，所以我们还继续观察，才有办法决定。啊，OK OK， 好。那么再看一下哦 ，OK， 这个我们是瑞平 ，Raping， 请问嘉晴业这个 CAB 应该是个上市公司的前景如何 ？CAB， 嗯 ，CAB， 嘉晴业或者是嘉晴业呢，是 overall 是有什么 comment？ 我个人啊，但是针对我个人。嗯，我从来没有买过嘉晴业，嗯，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呢，变化太大。变化太大。变化大在哪里？第一，很多价格是政府控制的。政府控制。所以没有自由贸易的一种，对于这商家，嗯，很多空间被约束了。嗯。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它变化很快。嗯。因为这个行业最怕呢，有时候突然有什么病。
啊，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是 是, 是，所以我所以呢，我对这种行业没有把握，没把握，所以我几乎没有投资过这一种。OK， 因为我没有办法 study 到心里他的那个 risk factor 就是太多很多就是 unknown 的一种 risk 的就是然后就是我相对我比较喜欢针对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种行业，然后变化不会因为某个小毛病pop一下变成大事情啊，一个病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出来，但是其他很多行业就不会这种现象。OK， 所以我还是针对有把握的有把握，对，好。OK， 那么现在Henry 是问说老师晚上好，马来西亚的家私出口公司是不是会因为贸易战而受惠呢？感觉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虽然中国也有卖 furniture 这些到美国，但是相对产品的量不一样，跟产品的种类也不一样，然后现在可以讲说美国已经从衰退已经变成是 OK， 已经若干年了。所以过去有一阵子这个行业非常的旺，是潮流，又回到潮流了。三四年前它是潮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马币还是贬得比现在还要厉害，是第二美国的经济刚刚在复苏，复苏的时候他要买很多 furniture， 到复苏到一段时间也恢复正常了，所以呢现在只是说很平常的做买卖，平常的做买卖的就是说不会有大量的购买了，需求量没有那么旺了，再加上马币相对比那个时候马币还相对比较强，所以两个因素没有，所以我看不出它有流行的理由。OK， 好。那么我们有，那我们现在因为时间限定，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OK， 好，那个现在这个不错， Darren 问说，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各大手套公司增加产能呢？等一下哦，还有他说，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各大手套公司增加产能，导致 average selling price 下跌？如果持续下跌的话，会不会步上产业和中游领域的后尘，产能过剩？假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现在开始，去年我们就开始觉得，当过去几年。这个手套股非常畅销的时候，是 profit 很高，非常畅销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工厂都在把产能加倍。这个假如说每一个厂都加倍，当然就会很快会造成 oversupply 的一种供应超过里面的情况。然后呢，这类的产品有时候就是要靠市场有某个大事情发生，所谓的传染病发生，传染病特别是对人的传染病发生的话，它在里面会突然增加，要不然增加的速度是相对比较缓和的，正常的，所以但是我们因为 production 增加那么凶，那过去一两年我们的 latex就是胶，乳胶，这个乳胶的成本很低，所以这些手套股基本上还蛮赚钱的，还可以赚钱啊。但是因为 overproduction， 它的价格已经不能转嫁给 user。过去欠货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转嫁，是给，就是说能提高价格。现在因为大家有竞争，提高价格就成了问题，所以
这个行业现在走到面对这样子的 bottleneck， 这是我的看法。OK， 走到这样子的 bottleneck， 所以除非有人就把它 production cut down， cut down， 大家 cut down， 然后就也许还能够还有驾驭价格， okay.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驾驭啊。是，你假如货太多，你没有办法驾驭价格，你没有办法调整价格。所以它现在是处于比较 overproduction 的一个现状，嗯，是吗？应该是。所以 OK， 所以他也认为是这样子嘛？是是，对，因为也是看到最近这些股，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有投资这个Glove 的公司，它的价钱都是往下跌。就刚才我们讲 oversupply， 它的价格一定会跌，那是商业的一种正常的现象来的，嗯，不奇怪。但是假如有人去控制它的 production， 也可以恢复正常。再就看他们这个 Glove 的 association 怎么样有没有去采取这个策略，那就。我们就目前是看来我们不晓得有这个策略了。OK， 好，那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要要马上停止这一个我们的线上研讨会哈。那么呢，我现在有一些 announcement 再给你们知道下。OK， 下一场呢讲座会是由Ian Tai， 是英文版的 Valuation Master Class。So 21号就下个星期二8:30到10:00同样时间，我们有兴趣的话，大家请你register. So Smita, if you can hear me, can you drop the registration button, the link, so everyone can register here. 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出席，因为呢，我们场每场都几乎是爆满的，我们的 webinar 只能 fit 500个人而已，当然很多时候都会超过很多比如说今天我们有900多个人 register 上线来听老师讲课，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你们现在就去马上 register 吧。 Spinda, you remember to drop the link, OK? 那么过后老师如果要知道更多要 follow 你的话，是去这个是吗？ EquityTracker.com 对， OK OK， 那里面在这家公司服务现在老师我们的老师是这个执行董事啊。好，那大家我们会我不会现在立刻 end 那个 webinar， 我会等你们看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哦，然后我会放那个 link， 然后但是现在老师完成了，我们现在再一次谢谢黄木易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踊跃出席啊，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啊。那晚安咯，拜拜，谢谢，拜拜。